有关于核酸 DNA， 核酸有 DNA、RNA 嘛？他问的是 DNA 的叙述，何者正确呢？所有的原核生物是不是都有 DNA？ 对，是不是全世界的细菌都有 DNA？ 对啊，而且不但有 DNA， 也有 RNA 哦，都有哈。那细胞的 DNA 都在细胞核内吗？当然不是，像你的粒线体跟叶绿体，它就在细胞质，对不对？不在细胞核。再加上原核生物没有细胞核，好，所以 B 当然不对了。C 选项 DNA 在粒线体中。经分解可产生能量，不，谁把 DNA 当能量来源？分解 DNA 产生能量，不，产生能量的来源一定是有机物的糖类或是脂质，那人类不得已才会分解蛋白，所以 DNA 并不是能量的物质，提供能量的物质哦，不会，它是遗传物质，所以 C 不对。D 选项，组成 DNA 的基本单位是什么？是去氧核苷酸，而去氧核苷酸是由去氧核糖。碱基跟磷酸，所以错在第一个，不是核糖啦，是去氧核糖，这是 DNA 啊，又不是 RNA， 它叫去氧核糖核酸，所以要去氧核糖构成，所以猪不对。好，做一选项，构成 DNA 的碱基有 ATCG， 构成 RNA 的碱基有 AUCG， 有三个一样，一个不同，对，它问的是碱基，不是核苷酸。如果问核苷酸 ，DNA 的核苷酸有。去氧的腺嘌呤核苷酸，去氧的 T， 去氧的 C， 去氧的 G 的单磷酸核苷酸，这四个跟对面这不去氧的 AUCG 单磷酸核苷酸完全不同，因为一个有去氧，一个没有，这是在比较核苷酸，但此题问的是碱基，就是 ATCG 和 AUCG， 哎呦，三个一样，有一个不同。所以这题一是对的，问碱基的时候三者一样一者不同。好，以上三者是提到这儿。